笑，有心安，有陪伴，有温暖，而你是唯一的不平凡。李总，还请您早点回去吧，不要打扰我工作。你怎么又像变了个人？我不是都禁止正式员工退伙了吗？你怎么又加班到这么晚？是我自己没做完。倒是挺坦诚的。给我，我帮你看，能不能让你快点结束？不用，谢谢。那是你泡的茶，我能尝一下吗？自己的。你给一下茶杯。西湖龙井。爱喝不喝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？你特意调查了我的喜好。如果把对我的用心一半用在工作上，你就不用加班了。李总，您的时间非常宝贵，所以我请您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你这是在下朱克利吗？太困了，我不行，我休息了。已经处理完了。哪怕穿越多少个世界，特别的人总会在想起。明月，你千万不能再被这招所迷惑了。剧情是不是会圆满，还是会忐忑留下遗憾？想偷偷摸我？不确定这次的动心，等待时间去验证答案。我下班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喂，二姐，怎么了？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，但还是看合适。我看雅涵就不错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再给你介绍几个。好了，你们别催了，我现在有感兴趣的女生了，我先忙了啊，我挂了。
这个叫泡面的东西还挺香的。 催了五分钟后发你，发什么？娇娇姐，你周末还在工作？啊？赵婷从早上8点就没停过，一直在跟我要资料。赵婷姐，我刚刚还看到她在逛街呢。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看来不能绕她了。娇娇姐，你又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跟她友好交流一番。 来，我给你切一个牛排。谢谢家长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谢谢你啊，今天的菜好好吃哦，特别喜欢。嗯，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，所以我可能要提前先走了。嗯，那你小心点啊。那我们再联系。嗯，到了记得给我电话。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 亲，所以就来晚了，你不会怪人家吧？你真好，那人家有一个地方很想去，你陪人家去嘛。那走吧。没事。亲爱的，你今天头发好帅呀。宝宝，你还是接一下电话吧。 喂，晴姐。喂，资料我已经发给你了，你发我邮箱就可以了，我到时候回去会看的啊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不过您还是赶快看一下吧，好吗？挂了。亲爱的，那我们走吧。要不，你还是先说完吧。 喂，婷姐呀，我这个资料都给你发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是不看呀？姚角，现在是周末，你不要再……姐姐，这……哎，宝宝怎么了？婷婷，这谁呀？宝宝，这个男的是谁呀？我还有工作要忙。哎，手机给我。啊！哎呀，婷姐，我这里真的耽误不起了，真的。我叫叫够了。 婷姐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早点休息哦，晚安。么么哒。哎，乔小姐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呀？来工作呀。你不多休息活吗？ 反正咱们每天啊都是发快递、整理整理文件、晒晒简历啥的，也没有别的机会。你怎么精力这么充沛啊？没有机会的话，那么获取机会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小主，咱们位置这么偏僻，皇上根本不会来的。他都看不到咱们，你每天花那么多心思化妆，到底是干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们小聪委屈了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白费心思呢？这可不是白费心思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能做的做到最好。 各位小主。
今日皇上突发雅兴，召各位嫔妃共同游园，共赏春光，请各位小主现在就出发。谢谢公公。你可是西月宫的和嫔。回皇上的话，是的。爱妃，你觉得花美吗？这花开得可真娇艳啊，皇上的眼光可真是无人能敌啊。皇上，臣妾倒是……行了，我瞅着各位妃嫔面色不佳，衣服单薄，都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和平，你留下。爱妃，朕觉得只有你比这花更美。各位，5分钟后大会议室，李总要和大家开会。对了，实习生也要参加，各位不要迟到了。李总最近怎么这么频繁找我开会？是不是看上我跟那个谁？你个小脑袋瓜，还替老板操心？我觉得肯定看上你。公司接下来会进一步扩张，所以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接下来招聘工作的部署。吴总监，你来汇报一下公司以往招聘情况。会议记录，你在写吧。佳佳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没有要催促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你这边自己完不成呢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不用了，谢谢婷姐。那。你加油，我们一起进步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通过初步筛选的奖励有3402份，通过率是2.7%，最终录取并通过试用期的同事是2.729%，一共收到124762份简历，通过初检的是3402份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，所以数据应该是2.729%。如果后面数据依旧不准确，那就不用汇报。对不起，李总，是你工作不到位。上个月的招聘情况怎么样？李总，这个数据还没统计出来，今天才3号。所以，你们整个中心。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李佳凯，你来汇报。赵婷，不都你负责的吗？你来汇报。何小小，我交给他来负责了。加油。谁不知道何皎皎是实习生啊？就是，自己层一层的推脱，不就得到实习生的头上吗？我找人家来实习啊，就是来学着怎么背黑锅的。你有张安吉，而我自有我的过墙梯，别把我佛系容忍你的
的背后算计，佯装是我姿态低，做好你自己，活得随意，怎样来定义，做好你自己，流言蜚语当风声太低，做好你自己，保持美丽不过一场游戏，谈破迎风悲喜，做好你自己，活得随意，怎样来定义，做好你自己，流言蜚语当风声太低，做好你自己，保持美丽不过一场游戏，谈破迎风悲喜。